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百万。今天发了拉风的视频，因为拉风年龄小，而且他的态度啊，还有意思啊，可能很多人看到很有感触，大家纷纷的给拉风，就是说帮他走出网吧。其中丹巴哥啊，在直播间刷了1000，然后让我和他俩平分，那我就说给他300，我200，对吧？然后在视频这边打赏了500，也是一样，我们俩平分，他300，我200，一共拉风就600，我400，对吧？然后新月视频哥，他一个人赞助1000给拉风，他让我给拉风带一句话，就是说希望他能走出网吧，然后还有向总总打赏了200块钱，一共就是1800块钱。现在我还没有给拉风说，我现在先去换现金，我觉得现金的方式的话更有视觉冲击力，好吧？我现在去找人换现金。大哥，有没有现金呢？你这里没有啊？我想转一点现金。美烟那里啊？哦，好，谢谢啊。老板有没有现金？2000，我多转50。就2050，你给我2000。啊，我要现金。对，哎呀，应该有可能有，对，有可能有啊。兄弟们，不要这么小气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小气，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办事情就应该向你百万哥学习，要有魄力，懂不懂？我给我1分钟时间，我出去转钱啊，等我一下。兄弟们，2050拿了啊，我就把钱拿着走了啊，老板。谢谢老板支持啊。好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钱已经换到了，我去拿给他，然后把周哥叫到，看周哥有什么样的表情啊。好，网吧见，拜拜。过来哈，先不忙打亏吧。在打排位哦。哎，拉风在打排位，还要打多久？刚开始啊。哎，有个好事情要跟你说。啥好事情？你这一局不打完全不亏，就是找别个逃你都不亏。你好的，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不跟其他的游戏不一样。给他是啷个子一回事嘛？在打排位是撸啊撸啊。如果现在走了，是不是就影响非常的大？哎，那这样嘛，20分钟扣你100嘛。嗯，就20分钟扣你100。啥子100？你就从现在开始，现在1点10分，1点20就少了100，1点40就少了200，1点2点就少了300，你自己算嘛。你现在有一笔巨款到了。啥子巨款？你自己衡量嘛，我先过去，我走到周公路那边去等你啊。衡量哈。啊。等一下，让你看一个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让你看一下，见证一下。嗯。啊。说好了。啊。谈好了。啊。拉风已经过来了，周滚龙也过来了。刚刚说了的二十。名字不好听。哎。啊，刚刚说了的20分钟扣100，然后10分钟就扣他50。现在我就把钱，转交给周滚龙。今天是这样的啊，今天我发了你前天拍的那个视频，嗯，然后大哥们看到，第一你年龄小，第二你还有希望，嗯，然后有好几个大哥，第一，丹巴哥，刷了1000，然后他说让我自己来分，我分给你600，我得400。嗯嗯，然后新月视频哥，叫我给你1000，新月视频哥，然后向总总200，一共就是1800，刚刚扣50给周滚龙，然后就是1750，然后周滚龙这边就是拉风那里扣50拿给周滚龙，好，周滚龙开不开心？好。好啊，嗯啊，好。首先我先感谢三位大哥，啊，谢谢你们帮我，谢谢。大哥们，你站在这里亮一点。嗯，大哥们给你资助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让你拿着这个钱走出网吧，租房也好，找工作也好，就是说你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开始数钱。周滚龙，来站在这里。
周滚龙，拉风扣了你，扣了50块钱给你，你开不开心？你开不开心？嗯，我肯定心痛子啊！我的妈呀，50块钱呐！好，兄弟们啊，这个钱我就拿到这里拿下来啊！来，我们蹲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二，好，我把滚龙的表情给你们拍下来，好吧？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1750。谢谢，感谢感谢这三位哥哥的支持。嗯，好，嗯，也谢谢你们帮助我。我假如真的走出去的话，我一定报答你们。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是周滚龙的50，周滚龙拿到50，50块钱拿到，你的50。好，大哥，这个是我给你发的50，这个奖励啊。好，就现在有一个什么打算？有没有什么打算？拿着1750块钱。嗯，直接去，要么就是去重庆嘛。啊。重庆找个工作。啊。然后，有重庆那边有熟人吗？有熟人啊。对对对。就是也有启动资金，也可以租房这些。对对对。嗯。那好嘛，那好。那我们明天就走吧。这个是你自己安排，对，不要让，支持你的人就是说失望，对吧？对对，嗯，有时间到时候留个电话号码给我，啊，可以，有机会我们再回来呀，可以见见面，好吧？嗯，好，拜拜嘛，拜拜，嗯，好。